不行 Sonia， 现在不可以，今天呢没有任何的关于我们德国丁丁或者是年年教的一个母语，今天呢你必须得跟别的小朋友一样，跟我们就是只能用这种温水洗澡，拜托妈妈，我想用年年教或者是用我们的德国丁丁。宗尼亚，我知道这样的话呢会给你带来非常多的乐趣，但是呢今天不可以，因为今天呢我没有时间呢去再去给你的浴室浴缸再重新给你洗一遍，这样的话会浪费我非常多的时间，如果你乖乖的把澡洗好，那我会给你带来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惊喜，放心吧，只要你乖乖洗完澡，我就会给你看一下我今天给你准备的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惊喜。但是呢，你今天必须得和别的小朋友一样，用我们这个温水放在水里面，然后去跟他洗一个澡，或者是泡一个澡。那好吧，那今天呢是没有这个丁丁，或者是沐浴胶，或者是这个年年胶了。看 Sonia，你在这个泡泡浴当中不是也很好玩吗？但是这里很无聊，我非常喜欢这个德国丁丁的这个变色浴缸粉或者是年年胶。妈妈，我真的不能吗？那你可以给我拿一个小船吗？好吧，太好了，我就有个好主意，要不然我可以在这个浴缸里面呢随便做一些小游戏，或者是和我的小玩具呢一起来玩一个游戏好了，要不然我就在我的浴缸里面去坐滑滑梯。那好啊，宗尼亚你好了，这里是你的个小船，你在干嘛呢？你为什么不泡澡了？好的好的，妈妈，我不弄了不弄了，你该不是又想把这个浴室弄得到处都是乱糟糟的吧？我跟你说了，如果你这次呢再不听话，把这浴室弄得乱乱糟糟的，我就不会给你这个小的惊喜了，我就会下一次或者以后再给你，要不然的话你就永远不想知道你的小惊喜是什么。那好吧，特别棒，佐尼亚，洗好了吗？你现在可以出来了，等会儿呢我就可以给你把你的这个惊喜给你，你看是这样洗是不是特别的方便？不，我觉得还是有些无聊，但是我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惊喜呢？现在你先把你的这个身上擦干净，我们就冲个澡，然后呢你把你衣服穿上。天哪，哎呀，我的女儿终于是不把到处弄得乱糟糟的了啊。好吧，为了给她一个奖励，妈妈我洗好了，这里是你的一个惊喜。这是什么？是一个球吗？不，这是一个我们的金色的一个智能粘土，在里面呢你可以把它拉开来，你可以把它撕断，可以把它做成一个球，让它弹弹弹弹弹。哇，太棒了，我好喜欢它这个颜色，尤其是这个带着金色的一个亮片，太棒了。对，这个是一个叫做金色金矿的一个智能粘土，非常的稀有，希望你能够喜欢哦。太好了，下次我也要好好洗澡，谢谢妈妈。你看我可以把它拉得非常的长，我觉得呢我还可以把它搓成一个球，太好了，我觉得今天特别开心，谢谢妈妈。